啊，中峰禅师在《三世心念》里面说得好啊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。此方即净土，净土即此方。我们心态也调整了，啊，要调整的怎样？我们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到哪一天，我们看到的六根所看到所有一切景观，全是阿弥陀佛。恭喜你，你已经到极乐世界了。你看到一切人阿弥陀佛变化的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看到一切动物、树木、花草、山河、大地。所有一切现象全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我们恭敬礼拜呀、啊。称赞感恩呐、啊。啊，你真见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就在眼前了。啊，所以利妄想分别执着就是。啊，有了妄想分别执着，刚才讲这个东西是造业的，有这个东西，你怎么不造业？起心动念造业，分别是造业，执着是造业，全都在造业。造什么业呢？造六道轮回业。不执着了，不造轮回业，你造十法界的业啊，还有四圣法界啊，不造轮回业，你还是造业。啊，不分别了，那、啊、功夫高了，菩萨了，不分别了。啊，住在十法界上面两层，啊，十法界里面的佛跟菩萨，见不了性，出不了十法界。啊，虽然是佛，天台大师叫你相似即佛；虽然是菩萨，大乘教里面说你是全教菩萨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还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放下了，你是真佛了，你不是假的了。啊，这个时候，十报庄严土现前。你在现前就见到极乐世界了，你在现前就见到阿弥陀佛了。